但依你头先讲嘅嗰样嘢咧，我又睇到啲端倪嘅。因为佢哋首先佢哋而家要做，我觉得佢而家做嘅嘢点咩？就系、是、首先我要修正到啲数字先。系啦。嗱，佢有之前有人话啦，话咩？感染数字100万啊嘛。咁我就已经有专家就行出嚟话，其实点止100万啫？400万啦，起码。400万系啊。起码400万啦，因为有好多人系冇申报噶嘛。嗱，你申我申报咗呀，但系佢到依家政府都未复我啊。如果你我搞捻咗陈哥，下个星期复我啊。如果你老，下个星期可能你就去呢个天空之镜啊。黐线，我都好翻咯，讲咩啫？是但啦，总之佢咁讲，佢咁依家佢哋咪你咪会觉得佢哋喺度修正紧数字咯。系啊，佢哋依家就话俾你听就话，其实系有好捻多人都验捻咗。不过冇讲死嘅人系好少，少过咩啊？咪同流感差唔多咯，系啦，高少少，系啦，高少高流感少少啫嘛，0.8%啊，仲有去0.08%啊，唔系零点八啊，系0.08啊 ，sorry， 0.8都多啊，系0.08啊，咁系，咁佢个用意你咪就系好似你头先讲嘅嗰样嘢咯，因为个疫情等你唔好咁惊。是啦，个疫情点样为之结束都是要靠我哋讲㗎嘛。唔係袁国勇讲，唔係孔凡毅讲㗎嘛。更加唔係林郑讲。都未必係习主席讲㗎嘛。咁佢要由返你决定，咁佢就要先从呢个数字度入手囉。同埋我之前都有讲，有听过呢，唔知边个讲讲话，其实而家死嗰啲老人家呢，其实呢有唔知40%啊，定系咁上下啦，系话佢死，但系佢有呢、這个武汉肺炎嘅病毒，但系又未必一定系死于武汉肺炎嘅。佢哋慢慢开始修正呢啲咁嘅讲法啦。系啦，就开始修正，系啊，佢哋而家就修正紧呢啲讲法，所以又因为真系嗰句咯，系嗰句咯，大字报，佢哋要嘅就系嗰份大字报啊嘛，系啊，其实我相信，其实到期时。你我哋头先讲嘅何谓结束系由我哋市民去决定的，但系其实我觉得喺呢个国家真系难讲，系佢哋决定嘅。佢哋一即系唔系头，因为头先嗰啲数据都系呢、這个美国嘅数据嚟嘅，系但系历史上嘅嘢都系欧洲嘅历史嚟嘅。中国人就最中意创先河噶啦，系。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噶，即系到最后只要佢能够制造到一份大字报，话俾大家听，疫情经验，我哋已经战胜咗个疫情啦，搞掂咯，系啊，所以佢哋而家因为不过都另外一个即系睇法咧，因为你就算你讲战胜疫情，但如果好似之前讲到咁夸张，死几千人啊，又呢样又嗰样，其实个社会都唔会觉得系战胜到疫情，所以佢都一定要修正自己嘅讲法，咁大家冇咁惊先。但系去到最嬲尾，个疫情点解会完咧？都系我哋嘅啫。个疫情点解开始呢？其实你谂下，个疫情点解开始喺香港，就因为我哋抢口罩嘛，因为我哋真系惊啊嘛。所以先开始咯。如果我哋口罩想消毒液，系啊，即系你冇口罩唔敢出街噶嘛。嗰阵时未有口罩令嘅，嗰阵时系啊系啊系啊。嗰阵时仲系咁蒙面法啊，系咁蒙面法噶嗰阵时。禁止你戴口罩啊！系啊，嗰阵时系咁蒙面法噶。所以都系我哋一开头都系我哋惊，所以个疫情咪开始啊。系加上仲有呢啲啦，加上仲有呢啲啦。其实我都系觉得佢系想话俾你听呢个信息啫嘛，就系中咗唔使惊咯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中咗冇嘢嘅。同埋嗰个咩东张西望嗰个，东张北望嗰个人咯，即系话嗰个男人啊嘛，话带带两个女，话同两个女度假咁啊，去度假咁啊。有人话佢似嗰个哦，系啊，咩唔要不是中央嗰个？系啊，要不是中央照顾你们，你们死定啦。系啊，都唔出奇啦，系都都系嗰啲。你话相比起啊，相比起上嚟，上海阴沟公啦，哇，嗰个货柜真系
啊，上海阴沟公啊，啊，一个货柜，即系其实你就系好似香港嗰啲啫嘛，塞十个人，睇佢哋应该都唔识噶啦，都唔识噶啦。你睇有一个好似应该发紧癫啊，系啊，发紧癫闹紧人啊，系啊，呢、這个对住啲咩闹咧？电话啩可能，系啦、啊，但系佢唔戴口罩佢。讲紧电话戴咩？唔系讲电话都要戴口罩咯。屌啦，咪拉去打靶啦呢啲人。咪啦。咁样吓，你谂下，你谂下，方舱医院，香港呢个好好多啦。几浪漫啊！屌你，我都想入去打个卡啦。咪啦，廿四宗水浸报告，啊、即系我哋都之前，其实呢个我哋都之前讲过啦。你咁快起完，你嗰啲水一定系根本个地都未起好。系嘅，根本啲水一定系咁，所以都其实都已经预咗一定系水浸啊！佢唔系屎水已经算系咁啊！呢啲唔好话系佢咩，其实我系觉得佢起呢一嚿，因为佢易处理，我依然系觉得，佢嘅急就将佢易处理地咧，你起呢啲地咧系冇可能水平嘅，我觉得。梗系冇啦，你凹凹凸凸噶嘛？系，唔系啊？佢要扇水啊，因为啊，佢而家就系扇唔到水啊嘛，聚捻咗一个位啊嘛。你谂下佢唔会平啦，即系你呢啲因为你冇坑渠嘛。系做唔切啦，坑渠系你点会做到坑渠？你即系唔系真系掘个窿落去就算叫做坑渠嘛？掘条坑又要斜嘅。系啊，你唔系急仲要驳翻落去以之前嗰啲渠道啊？系啊。啊即系你一定嚟唔切啦！屌你冇啊！你一定嚟唔切啦！如果即系你话要个地平斜嘅，咁其实你个地一定要好平，你先可以咁样做啦。但系你见到系水泥地，我意思系，其实佢呢啲地呢啲情况嘅地板咧，佢、就系唔可以平啊！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咯，所以一定要佢系一定要斜啊！你斜你个地板斜啊嘛，但系你个地板其实你见到系水泥做，你好难会铺到好平好平好平。你如果就算你斜，你都一定系有啲凹凹凸凸嘅话，一定系积晒啲水喺度。哦，除非你真系将个水泥哇磨到好平好平好平啊！但系你问我，好似冰咁啊？佢点解呢个地要起得平咧？其实佢就系为捻咗迁就嗰个货柜，一放上去就用得啊嘛。系啊，如果你唔平嘅货柜就射落去。系啊，个货柜斜嘅话，你入边你就好麻烦啦。屌我入边我点住啊？我放低支嘢就碌走咗啦。最惨就系有三张床，系啊，最惨有三张床又有灯，系啊，有灯瞓翻觉，张床移咗落隔篱嗰张床度。咁又冇咁夸张嘅，但系我就觉得就系啱啊，国家支援起得几快，快咪就系咁咯。一定系噶啦，所以就系咁，即系枉唔系啊！我想讲系枉费肥妈一番心机啊！明唔明啊？吓，我明头赞你赞到咁赞到你天上有地下无，好过私家医院喎、啊，丧心病狂啊！呢、這个我呢个肥婆，所以有好多时你会睇到有啲即系人啦、啊，就会话哇，我哋国家好劲啊，起得呢啲好好啊！咁我其实我一啲废老 group 都收好多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几日起到呢度，点解人哋唔做？人哋唔系做唔到啊嘛，系人哋又知系唔得，所以唔做咯。系点解中国稀土系出产最多？点解呢个世界系要靠中国啊？唔系人哋唔做啊，而唔系人哋做唔到啊，人哋唔做啫。系点解？因为我开发晒我啲稀土，又系一件好捻麻烦嘅事嚟噶嘛。系啊，喂，点解要买俄罗斯嘅天然气，自己都唔起核电厂啊？唔系佢做唔到啊，佢唔做啫，佢唔想搞到自己嘅国家乌烟瘴气。但你讲呢啲都系自私啊，即系我觉得呢啲国家都系自私。但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不是的，我觉得不是自私的，惨得过你我真的肯买。是的，即是有些人去说自己、哦、我们很犀利啊这样那样，但他们就没想到为什么人家不做，是吧？为什么人家不做？你觉得人家真的做不到吗？你觉得你的国家的技术水平真的高人家很多？你就算你怎爱国都好，点样都好，你都唔会觉得自己嗰、那个，即系好似我哋咁爱国啊，嗰啲咁嘅思想，都唔会觉得中国系叻过西方世界好多。即系同埋系呢个都系一个迷思嚟噶嘛。你话你中国人工平，美国唔可以平咩？
但佢哋唔想佢哋啲人生活得咁咁撚折墮啊嘛，問題係，真係收你3000蚊個，真係收你4000蚊個月，慘撚過我屋企個賓妹，屌你老尾！係啊，係仲要做到撲街啊！係啊，做到撲街，係嘛？屌你乜日撚日要 OT 要，即係嗰個説法就係要 OT 多8個鐘先能夠夠錢養家，屌你老母！呢啲係無稽噶嘛，呢件事係。系啊，真系唔想翻工。系，呢个咪又系一次证明，唔系人哋做唔到，人哋唔做啊嘛，系。但系不过，今日都应该讲唔到啦，而家12:30啦，原来已经。系，你本书啊。今日我哋讲唔到，我哋下个星期先讲，因为都好厚啊，其实。500多页啊。为工作。诶，其实我之前介绍过少少嘅，不过嗰时未出。咁样佢出咗咧，我终于都睇晒啦。咁我哋就讲，其实我初讲少少啦，讲少少先，下个星期再讲。我初时以为佢系一本咧，即系反对资本主义嘅工作嘅书嚟嘅。系，但其实睇落去咧，其实佢系一本咧，跌由点解你要工作，去到而家，究竟你为工作为咗啲乜嘢咧？佢都有包含晒呢本书里面。嗯，系一本 work 嘅历史嚟嘅。O、okay. K， 唔系 job 系 work。好啊，系咁、啊、你觉得你喺你眼中我呢啲系 work 定系 job 啊？唔系，对于佢嚟讲咧 ，work 咧，其实又讲少少咧，佢 work 咧，点解佢有 work 咧？就系因为你有 energy。嗯，你有 energy， 你就有 work 啦。因为你要消耗你嘅 energy， 所以你有 work。在于佢嚟讲咧，所有嘅即系你，如果你当我咁讲啦，即系佢如果即系好嘅肤浅咁分开，对于佢嚟讲 ，work 就系一啲有意义嘅嘢 ，job 就系一啲冇意义嘅嘢。咁点样系为之有意义冇意义咧？好简单嘅啫，有利人类繁殖嘅工作咧就系有意义，冇嘅咧喺佢眼中咧都系一啲佢所讲啊叫做狗屁嘅工作，呢啲狗屁。呢啲狗屁嘅工作咧，呢啲狗屁嘅工作咧，包括系律师啦，政府嘅官僚啦，系银行家啦，系佢觉得娱乐都系一啲有意义嘅炒卖嘅人啦，啊，佢对于佢嚟讲，娱乐咧都系有意义嘅，都叫有意义嘅，我都话咯，教育啊呢啲有意义嘅。咁咧 ，Sam 嗰啲咧就冇意義嘅狗屁工作嚟噶。但系佢背後，但系佢可以支撐佢再做啲有意義嘅嘢嘛？呢個係冇關係嘅。哦，係咩？喺佢係喺裡面咧，係冇呢樣嘢，冇呢個後設呢樣嘢嘅，冇呢個説法嘅，係冇呢個説法嘅，係啊，只有有利人類繁殖同埋冇利人類繁殖嘅啫，有利人類繁殖嘅工作咧就有意義啦。你背后做嘅嘢，我话都知你。系啦，我唔理你，我唔理你系啲乜嘢。总之你即系你平时，哪怕你平时系做义工帮好捻多人。唔系你点解去做义工？因为你多咗好多一啲无谓嘅时间出嚟，你先去做义工啊。哇！屌，好捻香啊！系嘛？如果你系做紧一个好有意义嘅工作，你根本就冇时间去。做义工，你去有义工，你就系消耗紧人哋俾你嘅 energy， 而去做义工，你根本就系消耗紧地球上嘅资源。好 hurt 啊！系啊，因为其实佢咁样讲嘅，即系你有意义嘅，即系你个人要有 energy， 所以你先去做嘢。系。你去做，你先有能力去做嘢。咁以前即系好细啦，即系地球，即系人类好少啦，个部落好少，所以佢嘅 energy 好细。咁人类就发展得唔系好大。自从喺唔知点解认知革命啊，因为大家都众说纷纭，认知革命究竟唔知点解无端端会出现啦嘅时候，开始识得用火去食嘢，火都系一个 energy 嚟噶嘛。嗯，咁佢就整熟咗啲肉。咁你食嘢嘅時間就少咗，你吸收 energy 嘅時間短咗，同埋多咗，咁你就可以用多啲時間去做一啲無謂嘅嘢。嗯，因為其實所有嘅動物都有無聊嘅時間嘅，你無聊時間就係做啲無謂嘅嘢咯。
即係有啲雀仔唔知點解自己拆咗個巢，跟住又起翻，跟住又拆又起翻，因為佢吸收夠多嘅 energy。但係佢哋如果雀仔啊，所有動物都係兩樣嘢嘅啫，為咗食嘢同埋交配。呢兩樣之外，其實佢所有嘅時間啊，同埋繁殖咯，即係呢三樣嘢時間以外咧，佢都全部都係無聊嘅時間嚟嘅。咁佢哋都有啲無聊時間嘅，人類一樣啦。所以我哋創造咗一啲咁無謂嘅工作啦，因為入能量多啊嘛。咁你自自然創造一啲好無謂嘅工作嚇，即係無謂嘅工作就係要去你令你打發時間啦，慢慢就演變為一個工作啦，即係你嘅 job 咁樣啦。係都好有趣嘅。我哋下星期可以講多啲，因為而家太夜啊，十二點半啦。阿M Wong都有問我哋點解今日咁夜啊，今晚咁夜啊，話我哋。差不多啦，因为嚟紧嘅日子，我哋都系会差不多呢个钟数噶啦，吓、啊，即系睇下除非我哋会唔会面播面授课程，我哋应该如果我哋出嚟录，我哋应该叫面咩？面录啊，面播面录，唔系我都好想即系出翻去录嘅。系啊，喺屋企又即系又嘈住屋企人啊，咁样系。屌，但系我之后又要车你翻去，我觉得我哎呀，啲顺路啫嘛，有啲顺路啫嘛。观塘都顺路啊，顶佢顺路。反正你 energy 多咗出嚟，你都系要做啲无谓嘢噶啦。你啱嘅，好啦，系。哎，啱啱我见到有个新闻，讲埋先。真正嘅你阿张竹君啊，咁就喺呢个 AM 730接受访问啦，咁就话真正嘅病死率咧系唔知嘅。张竹君指咧冇确实感染数字作计算，咁佢平时公布嗰啲数字系咩嚟嘅？所以啊。即系呢、這个，即系你话你呢个政府系唔系咩组织能力弱？我觉得呢啲根本一啲都唔重要。屌阿妈啲死八婆喺度乱鸠噏嘢。问题系，屌你即系由阿洪伟文大哥生日开始，你哋就喺你根本成个政府所做嘅嘢就系一直以嚟就喺度搞鸠我啫嘛。嗯，系咪搞鸠到其他我唔知啊，肯定搞鸠到我啦。你吓捻到我真系街都唔捻敢出啊！屌你老母，系。即系呢啲咁嘅冚家产啫，依家仲好意思讲啊！所以咁好啦，但问题好啦，而当你依家咁多，依家你承认咗啦，你承认咗啦，依家即系你系咪应该答多句道歉咧？吓，佢唔叫你道歉算系咁啦。屌你乜呢咁嘅卵样，向我道歉先啦，起码系搞到你几日冇几个月冇出街，几个月我都唔敢出街。呢个咁啊，真系。真系立卵实咧，呢、這个政府咧，尤其是呢个张竹君，屌你老母嘅，衰卵过林郑月娥，屌你老母嘅。因为佢最掌握噶嘛，嗰件事唔系你每日行出嚟企喺度做咩？你系你就话俾我听，唔系啊，我每日出嚟读稿嘅咋，啲稿系佢俾我噶咁啊。都系啊，你最知系啊，你最知噶嘛，嗰件事发生咩事系啱与唔啱，即系你系之前。呢几句入面你是明知错你都是继续这样讲。是。屌你。芝麻勤仔。真是芝麻勤仔。这人真是不能死没能用的。我张竹君屌你咪快点快点去陪你老公屌你老婆。好面啊你。你真是贱够格的这些人。但是为什么他又会这样讲其实我。好奇怪，点解佢会？屌你谂乜？呢啲咪就系个大字报要你咁写啊嘛！嗯，即系要开始。而家一个接一个喺度改口风。嗯。咩原因啫？佢就系要呢份大字报啊嘛！依家。系啊，唉。你真系搞到我哋麻麻烦烦咁啫。唔知捻兴嘅啫，唔系你行出嚟认呢个好啊！你屌阿妈，你撑都唔撑啊！咁你过去呢几个月你喺度做紧啲乜捻嘢？你死八婆，唔系咯？话冇确实数字，但你每一日都公布啲数字系咩嚟嘅？咪咯，即系你咁多个咁多个月嚟就日捻日喺度呃鸠我，喺度唔系起码 hea 鸠我先啦！屌你阿妈，你几钱一个月人工啊？八婆唔知真系。
屌你咁样，喂六七万啲走唔甩啦，系嘛？佢呢个位哦，咁啊炒唔甩啊，应该系咯，唔止添，可能可能唔止添啊，冇咁流气，冇咁流气。唔系啊，佢唔辩驳，因为佢直认不讳呢下，你真系好卵猛啊嘛！老实啫，佢老实人系冇问题嘅，就唔好蠢啊嘛！我够老实咯，嗯，佢都系一啲无谓工作嚟嘅。诶，你借你本书嚟睇下先啦，等我冇。五百几页喎，好啦，不过我其实我真系发觉我好耐冇睇过书啊，真的。虽然我公仔书都冇咩，啊，公仔书冇咩？上网睇漫画唔算啦，系嘛？唔算，即系我实质买本漫画翻嚟睇，我都计嘅，但系我真系冇啊！啊，你冇，你好耐冇睇啦？我好耐冇睇过漫画，漫画都冇买啊！你冇啦。喂，蝙蝠侠四月27号上映嘅香港。戏院有得开啦，到时应该系嘛？系啊系啊系啊，屌、啊、大把戏轮住上啦，到时系啊。蝙蝠侠我又系屌你乜我，唉算了，我都系觉得屌你乜，即系我真系觉得呢啲啊啲戏啊真系太过无交位。点解重拍真系好戇鳩？我都觉得。哦，都系啊，本身不过佢唔重拍，佢继续讲唔到落去啦。咁佢系讲唔到落去。系讲下讲下又喺度，系咁讲，系咁讲，又讲多三个字。咁啊，我理工，我唔知你谂嘢咩？你都好闷啊，大佬，闷到呕啊，真系。即系我哋完咗个节目先啦，啊，我哋下个礼拜再见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几有中南海嘅味道啊！先炒炒先。喂，你炒咩啊？老实啦，千万不能装偷听器。哎，争咁啲嘢。争咩啊？谭冠，记低佢。系，我即刻就去买。你就是为咗申请居英权入政治部系嘛？使惊嘅，我香港迎接97啦，只要冇讲嗰啲啊。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说话，没有想过一些危害党和国家的事，没有做过一些与党为敌的事情，或者没有看过一些丑化党和国家的电影，没有参加过皇后大道东示威游行的人呢，大把前途的。但若然你有做过而有悔意的呢，都可以申请公屋的。但你做了没有悔意坚持的呢，啊，那就难搞了。那我们才会不给饭他吃。唔係剝奪佢人權嘅啫，到啦嘛～